好了，各位朋友，那么最近哈，就是其实也不能讲最近啊，其实也是看了很多个月哦，这样，甚至以年计算了。其实哈是这样子的哈，我有些想法哈，想跟大家分享。那我讲在前面，我不觉得我一定是最正确的哈，或者应该这么讲，我不觉得我是正确的。我只把我看到的跟我的想法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有朋友愿意接受啊，就接受啊，那我就开心；不接受，我也不开心哦。这样子，那其实这样子哈，关于 Uber Eats 哈跑外送哈的这件事情啊，不少人都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这个领 Uber Eats 的薪水。哦，那我只能讲说这个算对一半啊，对一半啊，因为就我的认知以及我的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其实我们也只是透过 Uber Eats 这间公司来接案子所以不能讲说我们领他的薪水这样。当然要讲说这个 Uber Eats 发钱给我们，所以我们算领他薪水，这样也可以啦，这样思考也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像是透过 Uber Eats 来接案子，所以我们自己才是决定赚多少钱的那个人。当然到底能不能赚到这么多钱这个还是要看我们自己就是一来是我们自己努不努力，还有就是客户有没有下单这很重要，这样子。因为很多人常会讲说最近没有单啦、没有这个单量很差，就怪 Uber 那我的想法是，其实你怪 Uber 没有用，因为 Uber 他也不可能无中生有把单升给你吧，因为我们是外送餐啊，各位朋友，我们是看有没有客人跟 Uber 下单点餐，我们才有单可以送货，风很大。我先过这一段，我这边风超大的。好 ，OK， 这边今天风真的很大，不错，晚上应该会凉快。哇，刚午餐的时候晒死了，然后又没什么风，好热。好 ，OK， 那么回到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做 Uber Eats 外送餐是接案子，我们透过 Uber Eats 工会接客户订餐的单子，然后呢，我们去店家收餐，然后送到客户那边去。其实整个过程 Uber Eats 工会就是 Uber Eats 公司啦，我习惯叫它工会。Uber Eats 工会呢，其实他没有办法无中生有的升单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其实是客户才是那个主导者，他决定要不要点餐那这个其实很重要接下来要讲的是，其实蛮多的这个司机伙伴常会因为一些客户很白目客户或怎么样然后就会不爽那最常见到其实就是送上楼这样子。那关于送上楼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反正不要太夸张不要什么什么送到六楼以上走上去我是都会送爬一楼二楼爬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反正我慢慢爬嘛我就当运动这样。那我知道有些司机伙伴其实不愿意送这样子，然后就会跟客户起一些纷争。我讲老实话，你跟客户起纷争一位跟客户起纷争，两位跟客户起纷争这样子，那你一个月譬如说有十位跟客户起纷争，那我就这样想，有十位外送司机伙伴跟客户起纷争，那这十位客户呢就不爽了，不订 Uber 了。改定富邦达了，或者是干脆我以后我都不再叫外送了，那么这个月可能就少了十位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等于少了十乘以三十，
因为它很有可能每一天都叫，我假设它每一天都叫，那就是10×30，是不是有300单就不见了？哦，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们送餐到客户那边去啊，当然很就是有些外送伙伴很有个性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又没什么这样，但是尽量不要跟客户交恶，因为客户才是决定要不要下单付钱的那个人，不是 Uber Eats 工会哦。这样子，这个其实是我就是看了很看了应该是几年了吧。哦，这个问题一直都在哈，这样。那最近啊，今天会特别想要拿出来讲，是因为这个最近就是大家在这个一些社团里面在讲说，哦，这好像单量变得特别的少，等等等之类的。哦，这样。那其实我就想说，不然我来聊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的想法。哦。所以我的态度是这样子的哦，尽可能不要跟客户起争执，因为客户有下单啊，就客户有跟 Uber Eats 工会下单啊， Uber Eats 工会才会派单给你啊，对不对？哦，那假设你实在是真的是不爽帮客户送餐送上楼什么的，你也不要跟客户吵架哦。因为你得罪一个客户，就是少了一个客户啊，那很有可能他每天都点餐，他就少了30单呢，一个月少30单。哦，那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假设，哦，一口气有，譬如说，我们也不要多啦，有100位外送司机，在这个月得罪了100位客户，那这100位客户下个月他们都不点 Uber Eats 了。哇，那不得了哎，那是100×30哎，哦，各位朋友，这个真的是，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思考，拜托，冷静、理性的思考。好的，各位朋友，目前在这个明珠东跟这个其实就是滨江市场旁啦哈，目前是10:57哈，今天我比较早出来，所以我也比较早到这里。其实也不能算早，都10:57，目前已经上线了。好，那我这个周间的趟奖哦，这3天哦，2、3、4哦，我是要是第一标是60趟，哦，没有错，跟上个礼拜是一样的。那么，跟上礼拜一样吗？我有点忘记了。哦，现在会稍微有点金鱼脑啊，没关系，不管它。反正我这次周间趟奖是60趟，2、3、4要跑出来。那我是打算希望啦，不能打算希望哈、哦。午餐晚餐各跑个10趟哦，这样。那今天是礼拜 2，然后明天礼拜 3，我应该会尽量努力冲哦，超过20趟是最完美的这样。然后礼拜 4就可以悠哉悠哉的跑这样子。好。那现在我是已经上线了，那在等这个单进来哈。上周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单量很少，那这个少的是有点奇怪啊，莫名其妙这样子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系统啊，这个啊，这 Uber Eats 工会呢，它有什么派单啊？那这个都是取决于这个有没有人就是啊。就是有没有人点餐啊、哦？这样，所以客人要是点餐少，那自然而然大家能够拿到的单就少。因为我认为 Uber Eats 这个飞机要起飞。我认为 Uber Eats 工会是这样子啊，只要有单呢，就尽量派给大家啊、哦，这样啊，不太可能会这边这个把单扣手上，因为有人点餐，他也不可能这个不发包出去嘛，我这样，想发包出去也有点奇怪。啊，只是很有可能是看每个人的那个状况啊，给多给少，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呢，我们就是顺顺的接哈，这样子啊，当然是期待就是客人要多点餐啊。那一般来讲，其实我认为客人会比较多点餐的，一定是下雨天天气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单就爆了。
不过呢，很妙的是，那个时候呢，出来跑的这个 Uber Eats 的司机也会比较少一点。这个实在是不是正向的发展了。好啦，不管啦，哦，反正建议大家就一个心态啦，哦，就顺其自然这样子。哦，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在那边哦，那抱怨但很少，心情不愉快，其实也没什么用处啊。哦，这样子就就点餐的人少了嘛。哦，呵呵，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哦，因为我们这个还是与这个点餐的这个客户比较息息相关一点啊。Uber Eats 工会也就只是一个中间的角色啦。哦，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好啦，那么现在就废话不多说啦，我要先去便利商店去买一罐水，然后去那个麦当劳去等单。哦，啊，就是我的好朋友麦当劳啊 ，Subway 这样。好了，各位朋友，刚刚呢系统丢了两单给我啊，啊，我都拒掉了。一单呢是接单往大直收，另外一单呢是要我去大直收，都要过桥的，我当然都直接拒单了。好像，看来今天系统还是会给一些奇怪的单哦。那么，所以我决定离开这个民权东复兴北这一区，免得我可能会被往大直带。哦，虽然我一直拒单，但是拒单就。系统就要那个问我要不要这个先下线还是继续上线。我刚是重新就是下线又上线了啦，希望系统不要再把我识别往那个大直跑。哦，不过我现在是决定离开这一区哦，因为这一区太危险了。好了，各位朋友，目前我人在徐州路上面，台大医院急诊部的旁边，刚刚送一单到这边来。那么现在是一点钟，下午一点。我呢已经送了十趟哈，十趟。那我认为还 OK 啦，哦，我认为还 OK， 还 OK 这样。现在我打算再等一等哈，这样。等到大概一点半哦，在这附近等哦，就是台北车站金站这边等哦，看看能不能再接到个一两单哦。啊，能够接到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能接到就算了。哎，接到了，1.5公里，先喝到成品站前店，可以。好，我要去成品站前店去收餐啦。好啦。废话不多说，好了，各位朋友，目前我在台北车站旁边哦，刚送一单到旁边的这个大楼哦，这样，那目前是11趟，现在是11点14分啊，11点14分哦，那现在在这边等一下哦，其实我大概等到1点半我就要回去了啊，不想拖太晚。好，那中午午餐送了11趟哈，到目前为止是11趟这样。我觉得可以啦，因为我本来就预设一天送午晚餐加起来20趟嘛，这样。哦，那因为礼拜二啦哈，礼拜二多跑一点是 OK 啦。哦，那目前是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个5分钟，现在1点15分了啦，等一下吧。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手上有一单是路易莎的哈，要往那个重庆北路那边送哦。那这是第12单啦，那这单送完我就下线了啊，因为也接近1点半了啊，反正就等单等到1点半，然后送单送到1点半的，然后就差不多回家了啊，就不要拖太晚这样。因为我目前的这个电池的电量哦，哇，这个。已经用完一颗了，那另外一颗已经用了2格，所以我还得回家哈，回家去把这个用到2格的这个电池，把它充充电，明天晚上会完全不够用哦，因为之前我有做过测试哈，晚上一定会用掉一颗将近一半哦，这样子。
好，废话不多说，我先过马路。好了，各位朋友，我已经把我手上最后一单，第十二单送掉啦，也已经下线了。那接下来就晚上继续拼吧。啊，晚上，这个保底啊，拼八趟就可以闪人。不过礼拜二啦，然后多拼一点就多拼一点啊，这样礼拜四跑起来比较轻松。好了，废话不多说，晚上继续。好了，各位朋友，现在是5点，然后5点13分哈，我刚过这个圆山花博，先不要晚出来哦，因为在家的，今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累啊，在家也睡了个午觉，啊，又比较晚出门这样的。那么我中午啊午餐跑了12趟，哦，跑了12趟，那我就差8趟，今天嘛，今天业绩是20趟，差8趟这样。那基本上来说，好，基本上我的这个晚上就是跑8趟啊，超过当然是最好啊，超过越多越好，这样我礼拜四就不用跑得太辛苦啊。好了，那我现在要去这个老地方哈，从民权西慢慢的往金站那边晃。好了，刚刚在那个民权西麦当劳那边逗留了约5分钟，因为我跑去买水啊，其实超过5分钟啊，那个 seven 那个客人蛮多的哈，然后只有一个收银员在那边处理这样，另外一个呢应该是下班了，但是站在旁边也没有要干嘛，然后在那边骂人啊，不管那个反正是那间店的问题。啊，蠢的。好，那么我因为在那边没有接到麦当劳、Subway 跟 Sukiya 的单哦，现在是5点26分啊，我决定要往金站那边慢慢晃过去。好，啊，希望晚上顺利8趟啊。啊，各位朋友，接了一单这个3.3公里。哦，那超过2.5啊，本来是超过2.5不接啦，因为我要充单量这样。不过为什么这样3.3公里接？因为它送到那个万华去，哦，送到那个叫什么爱国西路那边，爱国西路。那我想说万华应该有很多弄那个万华应该有很多单哦，这样，所以我想去今天晚上干脆来去那边闯闯看好了，啊。因为之前在万华也是有接到一堆鸟单啊，鸟的单，但是至少有单啊，这样，而且单量还蛮多的这样。那今天晚上不如就去那边试试看吧。好，各位朋友，结果不是爱国西路，是广州街那边哦，那边也 OK 啊，就往那边走吧，今晚上到那边去晃一晃这样，希望在那边多接到一些单。没有啦，8单啦，啊，冲到8单我就心满意足，好，差不多可以离开了。好啦，我前进了。好，各位朋友，目前我在广，欸，不是，这不是广州街，这是什么街啊？桂林路，哦，我在桂林路麦当劳旁边啊，那我打算这边等个5分钟，哦，看看有没有单。没有单的话，我再往那个西门町那边绕过去。哦，之前在这边的经验是有单哦，而且还不错多，只是没有那个什么小奖啊，什么加成加多少那个就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啊，我要凑那个凑趟奖，所以我决定在那边等一下。好了，各位朋友，我刚在这个桂林麦当劳。拿到了2单，好，那拿到了第二单往这个这博爱路这边送啊，哦，然后我想说，不然我就沿着博爱路慢慢前进好了，好，看看这附近会不会有单哦，丢给我这样。通常啊，之前沿着博爱路慢慢前进啊，很有可能会被拉到那个西门町，哦，这样子，来看西门町那边会不会拉我啊，我这样，目前西门町红彤彤。不过这参考值哦，各位朋友，这参考的，参考用。哦，哎呦，
来了来了，不过四公里，我妈呀，四公里两单呢，各位朋友，两单就可以接。好，我要去那个叫什么曹味觉啊，确定了。好，各位朋友，刚刚把手中的两单送掉哈，那现在人在这个民生西重庆北交大口这边。旁边巷子里面就是全联的取餐处哦，这样，然后前面也有一间全联这样，所以我在两间全联的这边等看有没有全联的单哦，这样子，然后旁边是宁夏夜市啊，我就在那边等一下，我目前还差三单，我今天业绩就达成了这样，那今天现在已经7点了，哦，我今天是出来比较晚啦，那。也是算一个半小时吧，哦，因为7点、6点，然后6点、5点半，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才跑了5趟。哦，今天晚上这个啊，嗯啊，单应该讲说短单比较少啊，又或者说其实短单有，但系统不给我短单啊，系统丢一些比较长的。其实刚刚我又弃掉两单。那两单加起来4.5公里，哦，那一路送到信义路去，哦，从这边送到信义路，那我不太愿意往那边跑，哦，这样，我只想留在西区，哦，我只想留在北西这一块，所以我就不想过去，啊，现在就，所以我才把它弃掉了，哦，现在就等系统给我这边的单，这样。好了，等一下吧。好了，各位朋友，在宁夏夜市太原路这边哦，等了么十分钟吧，终于来了两单哦，加起来3.1公里，可以啦，接一下，2单3.1，等于1单1.5，啊，还是要这样子思考啦，才会心理平衡。好了好了，不啰嗦，要先去取餐哦。大概要骑差不多0.6公里去取餐，然后再骑0.6。哎，等一下，我看第二单是什么鸟蛋。第二单是什么鸟蛋？看起来怪怪的啊！要去星光三月南西山哦，还好是南西山啊，星光三月南西。三馆哦，那边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星光三月南西的那个就比较啰嗦，那一下停到了什么员工出入口那边，其实，哎，就是取顶泰丰就要这么做而已啦。不，其实，有地方停车也是好事，好，哦，这样。好了，废话不多说，我去拿那个手撕机了。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在这个星光南西三馆啊，收第二单这样子。那么，刚刚好哦，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若是有第一次来到这边，然后第一次收到这位太太啊，这位太太，记得一定要直接去 B1 取餐。哦，不要看他的备注写什么，他的备注是疫情时候的备注啦，啊，不要管他，直接就杀到 B1 去啦。好啦，我要去送餐了。哦，刚刚呢在等一间那个餐点的时候，那个手撕机凉拌手撕机的老板他跟我讲说那个 Uber 系统最近怪怪的。哦，就是他那边接到单的时候，然后他按那个延迟取餐，系统是不鸟他的，所以常常就变成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司机伙伴到了现场，结果餐点还没做好，哦，原来是餐厅按了延迟没有用，哦，凉拌手机老那个的老板讲说这个也是有点困扰啦，这样。那我刚刚在等凉拌手撕机的时候，其实我算幸运，我才等了不到5分钟。刚刚有一个伙伴很开心的过来要取餐，他那一餐要20分钟，
前面还有三单，哎，那当然那个伙伴他就只好弃单了。啊，不过还是要讲一下，就是那个延迟的问题哈，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店家可能他按延迟，但是系统不鸟他哈，这样。那我会，其实这个老板跟我讲了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啦，哦，我是这样想啦。之后我们要是接到单了，我们就不用急着杀过去，我们就悠哉晃过去就好了。哦，大概是这样，反正很有可能你要在那边等，再等很久，因为店家很忙，他明明有按了那个延迟，但是系统不鸟他。哦，这样那就没有用啦。哦，那就变成就是说，很多司机都会跑到店门口去等餐，等不到，然后一听，哦，10分钟、15分钟、20分钟。那就只好弃餐了，哦，那个弃单这样，哦，好啦，就是只是把我听到的跟大家分享啦。那我之后的话，我应该会就是接到订单之后，哦，就是这边接到单之后，我就不会急着杀过去，我会慢慢晃过去。哦，因为确实，最近这一阵子我都很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系统的这个单哦，每一次都要等。哦，甚至今天中午午餐的时候，我去取八方云集的单哦，在那个长春路上的八方云集，哦，我人到的时候，然后那个店家说，啊，我的这个平板的这个才响哎，你人就已经到了，我都还没做啊，哦，于是我就在那边等了这个七八分钟，因为反正我就。也需要那一单啊，所以我就等了，这样。哦，那这是我的经验啊，大家听听看哦，看看这之后就也不用急着去取啦，慢慢的去取就好了。好了，各位朋友，现在是7:40啊，我刚把手中的两张单又送掉了，现在人在这个南京西啊，前面是这个什么路嘞？啊，南京西啊，南京西跟塔城哦，这样啊，我目前差一单哦，差一单20趟，所以我要要再去找到一单，呵呵呵，要去伸出一单这样子，我不想把这一单就是放到明天这样，我是希望就是今天就可以完成。哦，就每日目标哦，每日目标这样，所以今日目标20趟，哦，就要把它完成这样。好，那我现在要去金站啦。好的，各位朋友，刚刚在金站等了，我看一下，10分钟有，因为跑去上个厕所，结果呢没单，那没单呢，我就要再换地方啦。我现在。要往哪边走比较好嘞？看一下。哦，看到另外一位脚踏车伙伴，他那台车不错。其实是有单啦。因为他刚也是从金站取餐出来，其实我怀疑系统啊，下定决心要给我远单，然后我又一直拒，没有啦，我认为的远单啦，系统可能觉得还好啊，哦，2公里、3公里，啊，你跑一下嘛，这样，所以可能我要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这个作战计划了，好啦。废话不多说，我来去那个龟记那边去试试看。好的，系统真的是要给我就是远远的单了，哦。我接到一单这个星光三月南西店三馆哦 ，BBQ Chicken， 3.1公里。那反正最后一单呢，我就不管它，我就接，而且它的方向哈，哦，是刚好就是往我回家的方向哦。那我就把它接起来咯。好了，我去取餐了。
好的，各位朋友，我把第20趟送掉了，然后也下线了。现在8:20了，基本上来说，我也已经很靠近那个圆山花博了。这边假设我还要再冲单的话，我得往圆山夜市或者是大龙街夜市那边跑。啊，再不然就往晴光夜市钻了。不过没关系哈，我就已经确定了，已经达到我今天的业绩了啊，所以我就不挣扎了。哇，今天晚上也只不过是希望要有8趟哎，我也挣扎了好久。今天晚上的这个单量，其实也不能讲少啦，因为我有去单啦，我还去了不少。正确来讲，我去了不少单，因为我看到那真的是太远的，我就直接把它拒掉了。看来这个系统是有打算一直为我那个远单啊，就是3公里以上的单的。不过这个就可能我得想办法再把系统训练回来哦。要花点时间训练哦，不能让系统给我的单越丢越远啦，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看看吧，因为我也不敢讲到底会不会成功哦，这样子。因为至少我今天我也有一只锯啦，就是锯那种真的是太远的，或者是送到一些我不想送的地方去，我就直接锯掉。但系统也没有马上就是为我，为我那个短单这样子。当然，或许跟今天礼拜二有关，因为礼拜二通常都是，许多要跑趟奖的人哦，都会在今天想办法把它冲出来，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就比较轻松这样，然后他们可礼拜四甚至不跑，这样子。所以今天可能就是出来跑的这个司机伙伴也比较多一点。不过我怀疑啦，也有可能是系统出状况哦。今天取那个凉拌手撕鸡的时候，那个老板有跟我谈到那个问题哦，就是延迟取餐的问题哦。那我怀疑这多少也会有点影响，因为他不可能，这我想啦，不可能只有延迟取餐出状况，因为还这个系统有可能整个都有问题这样子。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实际状况是怎么样，我也只是猜测哦，各位朋友，我也只是猜测。不管如何就算啦，反正我业绩有达到就好了，明天一样再达到20趟的业绩，这样子，明天继续。